我有东西要拿。啊？什么东西？钱呢？ 把房那边有个角门，往那边走。师傅，到草根堆这儿了。陆少爷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？顾家，管家的院子就在边上，咱们先躲进去。在哪儿啊？那边。快走。陆少爷，这井有多深啊？挺深的，我白天来的时候，正好有根绳子，哪有绳子？ 娘，平儿，陆少爷，不行，屋里局长平儿，屋里局长平儿，陆少爷，平儿，我们是避过去，他们肯定都跑出去了，他们都跑出去了，肯定都跑出去了。要不，他们都跑出去了，我们跳下去吧，跳下去，跳下去，不行，没有绳子，我们下去就上不来了。 马棚应该有绳子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看看。把这个带上，少吸点烟进去。后花园的我没放火，咱们待会从那儿出去。 我没什么东西要拿，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有东西要拿。啊？什么东西？钱呢？我要拿回我自己。 陆远方没有让你杀我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你一直在骗我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你只是想让我做你儿子，是不是？是。疯子，我不需要一个，不需要一个爹。 我不会再受你的摆布了。
你们可以先躲起来，要不然假装救火，居然站在这看热闹。是，是我的疏忽。你的疏忽就多了一条人命。那个更夫是个好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个好人。今天死的不止他一个好人。